关于什么？关于小熊的事，也关于你，关于我，关于留，关于走，关于喜欢与否。最近中了一首歌的幻术，一听就想摇，先准备一下，开整。太油了，哈哈哈哈。爸妈应该不喜欢我这种男孩子吧？사랑해我长大要开飞机，我要当宇航员，我要有个大大的房子。Trust me, trust me, I'll hear the chimes now. My hands up, find the man on the jukebox, and then we start dancing. I'm singing like, girl,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.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. I'll be a fan, I'll be a sniper, I'll be a soul, as long as you love. 你可以做回小孩啦。我的女友何止是执迷不悟言。别怕失败，大不了从头来过。Life is fucking movie.养生语黑啊。当你的室友在晒太阳。我很好，反正一直都是偶尔被需要。我很好，反正再冷我也只想新外套。答应你的，我能把自己照顾好。我很好，反正一直都是偶尔被需要。我很好，反正无法符号，偶尔困在门外，不需要怀疑存在的证据，就在于回头走过的痕迹。Yeah， 我在不断追寻 satellite， 试着穿破迷雾，找到属于我的 satellite， 不管需要。今天啊，我要给咱们女孩子们解答一个疑惑。什么疑惑？就是男生的胸肌到底是硬的还是软的啊？昨天我拍了一个抖音的视频，
女粉丝就私信就问我说，金哥你的那个胸肌怎么是软的呀？啊，不光有女孩子有这个疑惑，男孩子也有啊。今天我来给你们见证一下到底是硬的还是软的。看到啊，先抖一下，是软的还是硬的？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吗？好坏哟，我好喜欢。I'm not sure if you'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.